又加暌违5年，又要回到小巨蛋，此刻的心情如何？其实我觉得还是期待的，很期待。然后近乡情怯的心情也真的是蛮多的。刚刚有提到给歌迷福利嘛，对不对？对。那福利的部分是指服装上会比较，对，可能布料少一点。哦，没有，布料少一点的话，布料少一点的话，因为毕竟身材也是维持嘛。布料少一点，不晓得，布料少一点了。比如说露个胸肌啊。哇，露个胸肌或什么的。给歌迷福利。关于这一点呢，这个是第一首歌是那个我不是神，我是平凡就只爱着你的人嘛。那个 MV 呢是比较就是没有穿上衣，然后，但其实我是想要用那个 MV， 我觉得对大家最有正面帮助的是，其实我也在那个 MV 当中后续有和医生们拍了一个抗癌的主题的一个影片了，然后主要是希望大家可以照顾好自己的身体。然后没有想到那个影片上面真的有一些人他们是有这样的需求，所以我觉得真的非常有意义。那至于你说的演唱会上会不会布料更少，要吗？可以啊。不晓得。会吗？你看的会开心吗？好开心。